进前去伤害着王如奇的自尊，闹到无啥欢喜，希望伊会当接受我的赔罪。求你，那个笨蛋，我头大应该入罪，该抓起上警察局。上无，加进几棍，真够大力的，真的是。你笑啥？我是在笑，你平常时看起来个性袂歹啊，但系这个时阵会遐尔掠狂啊？客户查某低到不如啊！煞煞去啊！莫讲即款无欢喜的代志，你先顶顶物件，无等下胃阁开始疼。你哪会知我胃无好啊？我着看恁家的粪扫，毋是泡面空碗，就是外卖餐盒啊。啊，佮有顶个早早的，你着讲你腋下酸，胃无爽快，我着想讲炸一罐够味物件互你啉。啊，佮有这啦，这调理包你用好烧，就当食。你哪会搁咧哭？无啦，只是平常时无人对我遐尔好，遐尔关心我。讲起来，我甲你只是见过两界面的青云人，真正我搁对你遐尔歹，想袂到你搁会关心我。我顶摆就讲过啊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因为你的祖母跟我妈小的时候很受伤的。你先吃东西啦，我把这本子拿回家。哎，慢啦，我自己也出去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。但是，让伊阁想到拄只个代志，安尼就无好啊。三爸，拄仔是我甲你诱的，你也毋是超过伊的，免惊啦，我袂误会。多谢。啊，既然你袂误会，我就想煞甲你讲一件代志，你嘛莫误会我的意思哦。讲出来评判看卖啊。其实我今仔日来，想要甲你讲，你若是愿意，我想要替你介绍一份工课。总比你四界去打工，还是做传播妹去干呀？知影你敢愿意？我当然嘛愿意。林姐啊，我哦真正是出运啊，去拄到你这个大好人。等下我请你看电影，大动作是报答，你袂晓拒绝哦，知无？嗯。你是不是会寒？啊，头拄仔应该叫你穿较少的。嗯。来。唔免啦，阮拄着伫咧头前，水都够啊。先莫啦，啊，若无我向我的亲戚朋友介绍你这新员工的时阵，你若是感冒定遐呛，搁酷酷嗽，我是要安怎甲人交代？你先莫咧。啊，唔过你。我的车就伫头前，我袂寒着。哦，那安尼外套洗好穿去，我才行李哦。你还是先把你房间的衫，还有头牌干衫洗好清气再去讲啦。拄才我替你整理的时阵，差点啊，把迄拢当作垃圾拢提蛋掉呢。我自叹，你即摆是咧偷拍听啊？我只是建议哦，啊，要做还是不爱做，凊彩你啊。甲你讲生笑的啦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先来走，晚安。拜拜。Oh, my God.
好，我是小经理的。唔免啦。哇，我知影你是挑故意给罗志安看的啊。查甫若是倒一天伊向来家，结果看迄个房间甲浴室同款，迄领整齐，顶多会去怀疑。安那，我真个怀疑嘛。啊？罗志安唔是带你去看电影啊？啊，电影院密闭，空间黑密嘛，啊，声光效果够好，两个人要牵手还是要创啥，拢就方便呢。特别是甲对熟识的人哦，谢谢。我只是单纯甲伊去看电影，我啥物拢无做啦。干嘛呢？啊，罗志翰哦，身材好，人体贴个缘投，卖讲是你，就算讲是我阿妈，就有可能会迷死人不偿命男性魅力，顶家咧死死昏去。真是无啦，伊安怎好，嘛无比你搁较好啊。是讲哦，我呢感觉讲你的心都定伫伊迄边啊。两个人有讲有笑的，而且伊替你抹的外套，到今嘛讲唔敢提落来，是搁咧回味伊的体温性。我是看到你来，我想过欢喜啊，我才会袂记你家己的外套放落来啦。你莫误会啦。你生气啊？这几天无见面，就予我看到迄温馨接送情，袂输咧演电影同款的。你讲咧？什么温馨接送情啊？我是为着要甲罗志翰伊的心办好掉，啊无我想安怎要接受伊对我的好？所以你真正对罗志翰是逢场作戏，不甲罗志翰放伫你的心肝内？无，唯一一个会当放伫我心肝内的人只有你，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你对我的温情。黄老七，你这个查某囝惨哈！我给你吃，给你住，一定对你介好啊！你偷抬我的钱，去卖先生，去卖先生！我无啦，这个钱是你为交易回收才叫回来给我的啦！你好别讲，我哪有可能做这个代志？金贤娃，贤娃，我真正无偷给你的钱，你的钱就算搁在桌顶，我嘛唔敢给啦！你莫讲到遐尔好听啦！我的钱明明一定无要，不是你偷摕，是我偷摕呀，他是我偷摕呀。我才没用摕你的钱呢。无你是啥人啊？啊？鬼啊！你拄则唔使叫我。啊！你是对一个耳仔吼，听我咧叫你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上好是莫插音乐事哦。我是无想要管啊，啊，不过你的声音真正足吵的。我参一个火鸡母咧匹配叫的，怕歹我坐客好心情，安那陪我咧讲，陪你大头啦，真正去拄着痟的，啊静平来，别来啊，啊若无我就倒去给你一顶啊粗巴，别来，我才不会倒去给你苦斗，我真正无偷给你的钱，这三真正是你为旧衣回收站捡回来的，我无悲情，你会害我情，我今仔情啊，你敢无赖我？找我鬼啊！哈！你敢来硬开眼睛？你怎么了？家己家当？好嘞，你看。敢讲这未烧？哦！你嘛真会烧。啊、这阵了烧，啊烫你手，你拢无感觉哦？我就甲你讲，我是鬼啊！你个天气无要相信。哎，怎么你啊？哦，王老师，你们两叔讲好，你走会去啊？你好歹都卖回来。多谢你救我，你的伤看起来足严重的，一定足疼。当然嘛爱听，我嘛不是真正是鬼，啊，不过会当看到迄个想要杀你的人，就咱走去，就感觉像假的。你伫遮等我啦，我等你下药啊，替你抹。你妈妈安对待你，你要回去啊？
你无需要回去替我提药啊。那么，唔是你忙误到同事，就是公司，无打电话你走啦。伊是我的老母，伊安尼对待我，拄得好尔。你真正要回去继续学考导？害怕伤尔，看是就好啊。而且我嘛无啥会通去啊。无所在通去。大个所在简单啊，交我来处理就好。你为着我手留遐尔大个疤，迄时阵一定就疼的吼。若毋是为着我，你嘛毋免受这种罪。路径不明确，死人人啊！小官生，无算啥。啊，不过，迄时阵若毋是你出现，我诶面可能就会互阮后母弄甲毁掉啊！我嘛有可能会无性命。是你甲我为家暴诶地下内底救出来，就是因为你对我足好诶，毋但是救我，阁互我一个查某漂诶所在住。所以强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你只有百分之一百的死心塌地。死心塌地哦。嗯。哦，这些你我介意，我叫你创啥就创啥，无咧韩国，无枉费我遐尔疼惜你。嗯。你就是我的天啊，我会继续打拼，袂让你失望的。也是讲你拢袂好奇，为什么我要你去钓罗志汉？袂啊。不管你有讲理由无，我都是相信你。你哦，就是嘴甜啊，无怪得人疼。哇，这罗志汉穿遐尔侪物件，伊硬惊讲你食袂够，煞唔知哦，已经予你食死死啊！够辛苦。那呢，我敢要穿一个予你食。嗯。阿叔哥，你会忝无？我给你抓铃啦。啊，是讲我替你尿耳康，好不好？我你门那不关好。小姐，还是我卡暗加来加别啊？拢迟到啊，搁卡暗呢。大伟哥，杜姐，啊，顶个吼，第一回关卡歹势啊，对你吼就粗鲁诶，啊，你无好惊着啦吼。没啦，那会惊着？啊，若是无安尼做，罗志祥伊哪会相信？你无代志就好啦。啊，对了，因为迄个阿伯敢有对你想超过啊？没啊，啊，就算讲伊对我想过超过，迄嘛无要紧啊。加强跟满意，我的付出都无算啥。哦，真正是我的好女孩儿，你得继续跟罗志汉聊嘞。啊，有啥物事啊？跟大伟讲，来不？去啊，强哥，也是真要紧哇！我绝对袂当让伊失望。刘七，我相信你是一个真巧、真聪明的囡仔，学物件一定真紧，加油！恁姑姑妈咪，伊若是对我毋忙伤过大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有甲你讲过哦。若是伤过困难的工课，我袂晓哦。伊敢会随到甲我洗头路啊？袂啦，我的姑姑妈咪毋是迄款人。真少看子涵对一个查某囡仔安尼，